Everybody get up， 若你爱他。各位亲爱的学员们，大家好。那欢迎您加入我们超自然的敬拜学院，因为我们课程内容大概会有些，比如说一些击法，比如说单击法最基本的如何拿我们的鼓棒，不同的拿法，然后打一些打击，单击的方法，双击的方法，还有单双击一些混合的东西，那些移位的动作。然后这是基本的，还有一些节奏的基本训练，我们也会包含在里面，比如说一些四分音符节奏啊，八分音符，我们可以做成十六分音符，好，增加一些律动，上我们都是有做很妥当的安排，让你就算是初学者，那我们开始在学的时候，大家的一开始的进度会是差不多，可以一起练习，一起敬拜，这样各式各样不同的节奏的形态，我们也会教，比如说大方向，比如摇滚啊、拉丁啊或爵士啊这些，我们都会教，比如摇滚我们常会用到的一些歌曲。摇滚节奏，或者是做 jazz 的东西啊。可以做一些拉丁啊，比如说圣巴的东西。类似这种，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音乐上面比较连结的东西，比如说我们鼓怎么样跟贝斯配合啦，鼓怎么样跟keyboard 或者其他乐器配合啦，特别是我们鼓怎么去 support 这些竹林的那些方式，那我们在课堂上都会有讨论跟讲解这样子。那更多更详尽的内容，欢迎你来加入我们。然后谢谢，愿上帝祝福你，拜拜。